美国股市周四扭转颓势，道琼工业指数收盘大涨401.13点，来到24984.55点，三大指数都强势反弹。The party returns to Wall Street with all three of the major averages rallying big time。美股开趴狂欢也激励台股挥别阴霾，周五开盘上涨将近50点，开盘一分钟就飙上100点，站回9600点。可惜市场信心尚未回稳，指数由大涨100点急杀翻黑，面临9500点攻防战。受到美国大企业包括特斯拉、微软、推特这些公司的财报表现优于预期，像是特斯拉上季意外获利，缔造了$3.115亿的权益。一年前的此时，它还亏损$6.194亿呢，如今营收成长超过一倍。带动股价周四盘中大涨超过11%，还有微软的表现也亮眼，股价涨幅达到6.79%。这些好消息都激励美股振作。